饿了。那要吃蛋糕吗？不要。甜点当前菜不好吗？逗我玩呢。别忘了，你还欠了我很多后续呢。而且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。榴莲吗？为什么不见我？我那个，走。走。哦，那个衣服。哦，我自己可以拿，自己可以拿。行，我去准备早餐了。云之彼岸署名以及版权引发的一系列争议，经调查确实属实。经过公司内部讨论决定，解除萧黎在本公司的一切职务，并保留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你敢相信吗？荣品竟然主动认怂，萧黎这次可算栽了，不仅跟荣品公司解约，还有之前合作的画手全都起诉他侵权。现在呢，各大平台已经拉黑他了。那陆清武呢？托您的福，骂他的人都已经打脸了，流失的粉丝都回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先挂了，拜拜。都结束了？啊。那接下来是不是该讨论一下我们的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蜜月和婚礼，想先讨论哪个？啊？怎么了？过了一夜不想负责任了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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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，我发誓。陌生时间都为你停止了，只听见六我的心跳声。七，果然是七声，你带我过来就是听这个的呀。附近有个老钟楼，每天醒来的时候都会听到七声钟响，就会让我想起你，就想让你也来听听。话说你是多早之前就想把我拐到你家？多早之前呢？
小伙子，挂错了。这里是求姻缘的。本来以为啊，只有我女儿会挂这个，怎么着，你们这小男生也信这个？啊，嗯。纪言氏，是个当女婿的好名字。哎，你拿的是？爸，你看我画的男主。哟，这画的谁啊？就刚刚那个小哥哥呀。七年啊，这画啊还得好好练练呢。嗯。七宝。曾经有人问过我，理想中的男神是什么样的？我现在好像可以回答了。他从来不是我想象中的任何模样，可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就知道，是他。